让天气放晴吧，爱将射线。开玩笑的，我还没有那么晚呢。想让我预测一下你的未来？好吧，请提供大约3000个参数情报。我想把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给我的感动，呈现给更多的人。想让我预测一下你的未来？好吧，请提供大约3000个参数情报。你刚刚是不是打喷嚏了？冬天可要注意给机体保温呢。你回来了，是先做主线，还是要打活动？又或者说，故事刚开始时的他们，真是让人怀念呢。你回来了，是先做主线，还是要打活动？又或者说，故事刚开始时的他们，真是让人怀念呢。全系统扫描结果无异常。啊，崩坏三今天也很闪亮。想了解时间晶体，那得从时间的对称性破缺讲起了。Bronia，它和我的属性并不一样，完全没有重叠。哼，灵感这个嘛。